踩的模块，第一步先把这两个螺丝取掉。螺丝取掉之后，把包头拉出来，拉下来之后，然后把海绵拿掉。海绵拿掉之后，然后把彩电线找出来，然后彩电线拿出来之后，就可以看到单个的这个东西，然后这个就是彩电模块，然后把线取掉，然后这一头把这个线取掉，取掉之后，然后彩电模块就拿下来了。然后装回去，先把彩灯插好，插好之后，然后把线摆回去，线摆好了之后，然后把海绵塞回去，塞好了之后，然后把包头盖上。包头盖上之后，然后把这两个螺丝打上就可以了。